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10:33，好，11月16号，我好像被打了耶。好，因为我刚刚在帮小朋友洗澡哈，那军团朋友有告诉我，就是要尽快的搬这个城池哦，搬到这个安定。好，因为待会的话呢，我们会在安定这边啊，不是待会，是现在，好，会在安定这边就是集合，然后抵御这个异族入侵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搬在这个附近。好，这样子的话。军团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的帮忙防守。我这个是被打爆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报告。哇，我输了哎！天啊，我被打爆了，我好像被打爆了。为什么被打爆了？哦，因为他部队总数有135万呢、啊，难怪我被打爆。哦，好吧。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是已经结束了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结束了。哎呀，燎原火也被打爆了。军环宇也被打爆了，奇怪，我现在看一下哦，还有谁还活着？这个是兵旗真绪也被打爆了，哇，这个到底怎么玩啊？怎么莫名其妙大家都被打爆了？我只是上个线而已，怎么大家的城池都着火了？所以现在打完了吗？我看一下这个对话好了，现在有分享这个坐标，是要来这个坐标防什么？看一下。好，协防，是，好，哇，部队已满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这边看好了，我已经被打爆，我们就来观战。这个是异族入侵，他就是会到处打，然后现在就打这个某某牛奶跟肉桂牛奶。某某牛奶的话应该会赢的、啊，某某牛奶超硬的，他的战力有高达400多万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哇，挺住了，排行榜，看一下哦，个人战力有没有看到406万？我记得好像可以到420万。好，看一下，我现在在打肉桂牛奶。哦，这里又出现了，出现一堆在打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好像是这个匈奴王，对，匈奴王在这边，他就会产生很多部队，然后我们最强的就摆在这边，好，第一线来防守。那我太弱了，就是可能有些跑出来的也把我打爆了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哎，躺在这边呢，完全动也不动哎。肉桂牛奶是很硬啊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有军环宇、燎原火的一些部队，我应该也可以过来协防啊。啊，满了，哇，他要铲出来了，我看一下、哦、这边是谁在守。孤星爆了，这个是小妃子爆了，这个是傲娇小女子爆了，现在在打哪边啊？啊，打这里，福乐牛奶应该不会爆，福乐牛奶很硬。啊，战力刚刚有看到380万。好，来这边看一下好了。哇，哎，好像会出问题，可恶！看一下啊，这个匈奴王啊，没有，应该没问题。我们有一些军团朋友在外围，好像可以先消耗这个匈奴王他们部队的体力，好像是可以哦。福乐牛奶这边也挺住了，我看一下某牛奶，好，某牛奶有事吗？某牛奶依然坚挺着，他的血量非常的多，好强哦。肉桂牛奶嘞，看起来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啊，啊，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强国玻璃心 ，OK， 打完了吗？好像还在继续打。好，那个肉桂牛奶的话血量少一些些，但是某牛奶血量还是很多。我们来看一下福乐牛奶好了。这边，哦，哇，危险了，这个血量，哎啪，哇，爆了！天哪！战力380万也爆了，而且他很多朋友驻守，好吧，还可以再协防吗？可以耶，我可以协防，那我把我最强部队拿来协防一下好了，42秒钟就到了，哇，又满了，哇，大家都很想要来这边防守，我好像没办法加入了哈，看一下好了，哇，这一队很强耶，他这个匈奴好像是会越来越强。就我很少玩战略游戏，所以其实我不是很清楚这种活动怎么参与，然后这样看感觉就蛮开心的。先摸索，哎呀，这本就一直在转圈圈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是网络出问题的吗？啊，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好像也没有看聘责的地方啊。总而言之，我现在没办法动。
一直转圈圈呢、欸？是因为这边的部队太多了吗？所以那个了吗？因为我家的网络500没有，那个中华电信1399方案的，所以应该不太可能。而且我又离那个我的数据机，不是我的分享器很近，所以应该不太可能会有网络问题。怎么讲？看一下网络，对啊，右上角网络 WiFi 是满的哦，是满的。好吧，先退。